跟我以上要讲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，但是在创作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是很开心，因为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我的世界，或者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事情。那这首歌叫做《祝你幸福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首歌是一首台语歌，然后我很喜欢用台语讲话，因为很亲切。阿干要吃饭吗？就是我阿嬷讲话都是用台语，或者是跟妈妈讲话。对，我好像是同事问我说，你为什么跟你哥都要讲台语？然后跟我们讲话就讲国语。我说不知道，就是一种习惯。你们会这样吗？卖 gay 哦，不会讲台语。哦，不会讲台语，很常会这样哦。比如说讲电话，好啊，明天干嘛？冲啥啦？好啦，去提啦，去提啦，我要领课啦，你跟我买。怎样？好，反正明天我们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冲啥啦，就是类似。但其实就是某一种亲切感，在用台语的时候会表现出来。那当然，这首歌《祝你幸福》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。他不拍手的事世界。
你问